起进入抖音真情六十秒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的关心太少了，可我也是为了让咱们俩以后过得更好，我也想让别人看得起我。眼看现在工作什么的都越来越好了，你却又嫌我忙，对你关心不够。我以后会改的，我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你，照顾你。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够做到，不要把我逼得那么紧，不要说你说什么我就必须得那么做，这样有时候我真的会喘不过气。我希望你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知道了，我就是有时候管你管得太多了，我也知道，大到工作上，小到衣服上，我都管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女友化妆，时间长让你等可怎么办？很简单呀，6点钟的约会，你约她4点出来，6点钟刚好就赶趟了。在女性看来，要有一些矜持，让男生等一下，方显出自己的价值。我们即使是在婚姻阶段，都应该让自己的另一半得到内心的满足。为什么在恋爱时期不能够满足他一点小小的要求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不是这么委屈是啥情况？男生，你是要去青海吗？我还是想最后再挽回他一下，希望他能够陪我一起留在北京。哦，女生是同意留北京了哈。女生，请记住，今天的选择是你自己做的。你的人生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青海，你们俩好还是不好，其实跟这个男生都没有多大的关系，那是你自己的人生，好吗？记住这点，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难度战。好嘞，没有谁能去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谢谢老师。我心上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人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一北市爱情保鲜期。有网友提问说，结婚快2年了，结婚后呢，觉得他们家人根本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，家里的情况一直都隐瞒我。这次呢，我俩因为生活中一件很小的事情吵架闹离婚，然后我才知道家里欠了10多万的外债，而且公公还得了肾病的事情。知道后呢，我也很难过，跟他说了很多好话，但是他现在就要和我离婚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他要离婚，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次的事情，大概是你一直的不够贴心，让他真的心寒了。所以如果不想离婚，还是好好去想想怎么做个贴心的妻子吧。抖音。